好，现在进行这个 MG149PG 哈测试，这是 GoPro 版本，这个是手机版本，现在进行 4K 哈的测试，好，进行 4K 的测试，进行 4K 的测试，好，那为了强调它的效果，特别进行补光作业。好，小 model 走出去，准备。好，到外面走，门打开。哎、欸，不要乱撞哈。对，外面在哪？谢谢、啊。好，走到底再走回办公室。现在 4K 录制的结果 ，Sony 到了53秒，还是 OK 的，还没有热档。但是通常都撑不会很久。好，回去。好，来手机拿走。还拿这个手机。好，这个手机拿去。好，拿在手上。手机在这里，白色的，还拿走。好，拿在手上啊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现在这个1分30秒 ，Sony 手机依然没有热档的现象。好，那我们补充光源。好，再走过去，走到底。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，男生？林冠汉。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女生？杨仁涵。杨仁涵哦。杨云涵。怎么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？杨云涵啦。杨啦。他是杨云涵。好，走回去。好，现在 4K 突破2分25秒。对焦，对焦，对焦。对焦是什么意思？对焦。对焦。还蛮快的哈，对焦对得蛮快的。好，准备哦，跑，往我后面跑，跑。走。好，回公司。慢慢跑，慢慢，越慢越好，越慢好，越慢越好，慢，超慢。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好，你们唱歌开始。不要。唱歌好，那表演后空翻。不要。好，舞龙舞狮。不要。好，表演挖鼻孔。不要。